我在厦门生活所看到的美，用剪纸的方式，表现给大家。我觉得这又是一种艺术的呈现，它可能是艺术温暖的一种传递方式吧。厦门它是一个有历史的、有沉淀的地方，但它又是一个相对，很有时尚气息的地方。就像剪纸一样，它很传统、很古老，是民间的艺术。让更多人喜欢、更多人接受的话，我觉得它也应该注入这样一些时尚的气息。把心静下来，去创作一些更符合这个时代主旋律的一些作品，可以去让艺术去温暖更多的人吧。